透视已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禅宗说卦》。在顶一集的节目中，咱已经解说完择地萃第一爻甲第二爻的爻辞啊。今仔日咱就继续来介绍萃卦的第三爻甲第四爻的爻辞。先来看第三爻的部分：六三萃如皆如无忧虑，往无咎，小令这一个字。就亲像是咧叹气的意思，用来形容悲痛、哀伤的感觉。六三的爻辞咧解说是讲，大家做伙煞出现叹气的声音，表示无好代志发生。虽然前进未碰到灾难，但是会有一点啊小麻烦。六三的爻辞明明的讲，未发生好事，会碰到麻烦。为什么又搁讲？前进未有大灾难呢？像庄讲讲，往无咎，上训也。意思就是讲，继续向前走，未有大危难，是因为愿意顺从上位者的关系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六三阴爻其用位是不得位的情形，而且六三甲上六之间并无互相对应的关系。六三因为无甲上六阴阳相应，而且嘛无甲六二阴阳相合，所以六三才会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况。佮甲大家复习一解判断后果的方式，咱用择地萃来做说明。想要知影择地萃的后果，咱只需要看二爻到五爻的部分就好啊。择地萃六二、六三甲九四。就是好卦的下卦，择地萃六三九四甲九五，就是好卦的上卦。所以择地萃好卦，就是上卦巽为风，下卦是艮为山的风山正。当六三九四甲九五这三个爻合做伙的时阵，就会变成巽为风。上卦有随顺的含义，因此。相传才会讲，是因为六三愿意顺从上位者的关系，所以才未碰到大灾难。六三的爻辞主要想要表达的，就算目前你的处境无好，嘛真歹找到甲家己兴趣相共的同伴。但是只要你愿意表现出温顺的态度，用谦和的心去对待别人。就算危机无法度完全解除，至少嘛未造成严重的灾害。甲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一个叫珠海的生理人来到一间客栈，迄一天拄好人客无济，客栈的头家就亲自招待珠海，甚至也将家己的小妾介绍伊熟知。珠海感觉真奇怪。头家有两个小姐，一个生作非常的美丽，就亲像仙女下凡同一款；另外一个的相貌真歹看，而且身材嘛无好，但是偏偏老板上喜欢、较疼、上疼惜的是模样比较较无好看的小姐。珠海真好奇问头家：一般的人拢会比较较？介意美颜吗？为什么你会偏爱迄个生得比较较薄欠的小姐呢？头家甲伊回答：，迄个美颜是阮阿娘硬要叫我娶的。美颜尚无爱呢，但是伊只有外表好看，像啊靠说伊家己的美貌，都看袂起其他的人，而且为人处事的态度也非常的歹。我愈看愈感觉伊真歹。虽然另外那个小妾的模样比较较无好看，但是伊心地善良、温柔体贴，而且不管是面对什么人，伊拢会当保持谦和、温顺的态度，让我愈看愈满意，甚至有一种愈看愈水的感觉。后来头家就甲珠海讲，真正的美丽无应该是用外表来判断。表面的水只是短期的，只有内在水才是永远的。虽然好看的外形会予人未歹第一的印象，但是内在有好的品行更加重要。一个会当用谦虚的态度去教人应对的人，
就算伊无美丽外表，伊嘛绝对会当得到别人的尊重甲喜爱。但是有一个花丽外表、煞无美丽内心的人，早晚会被大家来弃嫌甲讨厌。最后，咱来看《左地翠》第三爻、阴爻的总结。六三虽然甲初六也有六二做伙，但是因对六三一点仔帮助都无，所以六三只会当自卑自叹，真感慨。不过因为六三甲九四阴阳相合，代表六三愿意顺从上位者，所以才会当避免危险。说来是左地翠第四爻爻辞的解说，九四大吉无咎。爻辞的解说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大吉大利，无灾无难。相传进一步讲讲，大吉无咎，位不当的意思，就是讲会当吉祥，未碰到灾难，是因为九四无坐伫适合伊的位置。可能大家会有疑问，为什么九四无坐伫适合伊的位置，也会当吉祥无灾呢？咱慢慢啊来解说，先来看卦象的部分。九四阳爻，其因为虽然是不得位的情形，但是伊甲初六之间有互相对应的关系。九四是进入左地翠上卦的第一爻，伫九四的下面是三个阴爻的坤位置，坤卦有坤象的含义，表示九四会当得到众人的支持。所以才会当得到吉祥的结果。这种吉祥并不是讲九四会当得到真济利益，是因为伊未碰到危险，所以才会讲九四会当大吉大利。虽然九四是九五君王身躯边的大神，但是因为伊的个性伤过刚强啊，就算伊出发点是为着君王好，难免嘛会惹君王无欢喜，伴君如伴虎。这种的，伫这种的情形之下，君王无降罪和救赎，都已经是真吉祥的代志啊。最后，咱来看左地翠第四爻阳爻的总结。救赎阳爻其因为本来是会碰到危机，但是因为有众人的支持，也有君王的无计较，所以才会当避免灾难，平安无事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，投资求财必得利。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感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：42274784，号名：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欢迎回来禅宗说卦。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日久见人心的故事。阿洛阿跟阿瑶啊，自小做伙大汉，是感情非常好的好朋友。阿洛阿因家真善，为了要让伊的某仔有好日子通过，所以伊决定要去京城参加考试。但是前往京城的路途遐那遥远，谁知影半路会碰到什么困难呢？所以阿洛阿就特别将伊个某仔托付予厝内面真有钱个阿瑶啊。阿洛也甲阿瑶啊讲，我即届一件无一两冬是无法度回来，我厝内面的人都麻烦你照顾啊。若是因碰到啥物困难，请你加甲因帮忙一寡。阿瑶啊，爽快甲伊答应。阿洛啊离开了后，为着要增加厝内面的收入，阿洛啊伊个某只好辛苦做鞋啊，客去市场买，勉强维持厝内面的生活。两年后，阿洛啊考到状元回来啊，一进门，阿洛啊目屎都流落来啊。伊将太太甲揽的，心疼甲伊问：你甲囡仔这两冬过甲啥款？阿瑶啊，敢有请啊来甲因探望恁？因太太摇头，无奈的回答：弟弟离开了后，阿瑶啊，只来过一届，伊将银两放伫桌仔顶，就离开啊。若毋是即几年我卖鞋啊，加减啊补贴厝内面的开销，我甲囡仔早就枵死啊。
阿乐啊，听完真生气，马上去做阿瑶啊理论。面对阿乐啊这边，阿瑶啊一句话拢无讲，伊直接带阿乐啊去后面的仓库，仓库一拍开，内面满满拢是鞋啊。阿乐啊一看到，就知影这是伊的太太做的。然后阿乐啊又搁想起太太曾经讲过。每一次他出去买鞋的时候，都有一个善心的人士用两倍钱买他的鞋。原来那个善心的人士就是阿瑶，阿瑶跟阿乐说，我不是不愿意去探望大嫂，如果我请出入你们的家，恐怕别人的公营的话，我就算了，我不希望大嫂因此被人来误会。话讲开了，阿乐啊，诚恳向阿瑶啊道歉。经历过即个事件了，因两个人的友情更加搁较坚定啊。这个故事敢讲，人的心看袂到，嘛摸袂到，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才有办法判断好甲歹。有人捌讲过，美丽花经不起时间的摧残。但是一份真心的感情，会当经历岁月的考验，社会真现实，日久见人心。宫守卦指的就是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这八支卦。我们要先知道自己占到的卦是属于哪一支宫守卦之后，后续才能依据宫守卦的五行来装六亲。在这边我们要利用世爻所在的位置来求宫守卦，首先是口诀的部分，一二三六看上卦，四五游魂变下卦，游魂宫守在下卦。第一句一二三六看上卦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世爻的位置在卦中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六爻上，我们就直接看上卦的部分。上卦是什么卦，它的宫守卦就是什么卦。四、五游魂变下卦是说，如果世爻的位置在第四爻或第五爻上，又或者这支卦本身就是一支游魂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下卦的阴阳属性交换。在下卦的第三个爻，阴变阳，阳变阴之后，就可以得出这一支卦的宫守卦了。最后一句是归魂宫守在下卦，顾名思义，如果这是一支归魂卦，那在辨别宫守卦的时候，直接看下卦的部分就好。如果还不是很清楚，那我们就举例来说明。一二三六看上卦，水雷屯，屯卦的世爻在二爻的位置，照口诀说的，我们直接看上卦的部分，它的上卦是坎卦，所以水雷屯的宫守卦是坎为水。四五游魂变下卦，火地静，静卦是一支游魂卦，世爻在第四爻的位置，口诀告诉我们要变下卦。静卦的下卦原本是三个阴爻，在阴阳交换之后，就可以得出火地静的宫守卦是三个阳爻的乾为天。归魂宫守在下卦，水地比，比卦，上卦为坎，下卦为坤，是一支归魂卦，所以世爻就是在第三爻的位置，因为只要看下卦的部分就好，所以水地比的宫守卦就是坤为地。不如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卦，可以有非常多的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泽地翠的三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艮为山，上卦是兑为泽的泽山显卦，以及四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坤为地，上卦是坎为水，水地比卦。
这两种的卦象分别套用在各种问题分析。首先是财运和投资的部分，在三爻车财动的时候，卯木的财爻动辛金的兄弟回头客，金克木忌讳官贵气势，表示你最近的财运是得中优势的状况。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了的一件代志，不过只要你见好就收，莫贪心，特别有上大的损失，加减啊也是会当得到一寡财利的。第四爻子孙当的时阵，亥子的子孙当生金的兄弟回头生，兄弟生子孙代表你最近的财运是真理想，自然都会有赚钱的机会来找你，你唔免烦恼经济上的问题。接下来是感情的部分，针对还未结婚的男性，在三爻卯木的车财当生金兄弟的时阵，兄弟克车财。安尼卦象代表车星化克，对目前有交往对象，而且冇打算要结婚的人来讲，表示你的女朋友真有可能会先答应要甲你结婚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阁后悔啊！提醒你爱有心理准备。第四爻亥子的子孙当生金兄弟的时阵，兄弟生子孙官贵气势。代表最近会有喜事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四周围充满了结婚的喜气，你会当顺利跟你的女朋友完婚。对于已经结婚的男性来讲，在三爻卯木车财动的时阵，财爻动辛金的兄弟回头客，金克木四爻坐忌讳官贵，代表恁夫妻的感情真稳定，无啥物大问题。不过，有一点你要特别注意，你要有王太太身体不好的状况，俗语话在讲有房胜于治疗，建议你平常就要多关心你的太太，提醒她要做好身体保健。在四爻亥子子孙动的时候，子孙动辛金的兄弟，兄弟生子孙，四爻的官贵克应爻的兄弟，表示你和你的太太最近为了孩子的事情起烦恼心，非常的困扰。针对还没结婚的女性，在择地出三爻车财当变成择三贤的时候，卯木的财爻当生金的兄弟，兄弟克车财，跋到一支国的人要恭喜你，你的良缘已经出现了，真紧你就当结婚了，建议你要好好把握感情的人。在择地出的四爻子孙当变成水地比的时阵，亥水的子孙当生金的兄弟回头生金生水，四爻坐官贵，对目前有交往对象的人来讲，表示你最近结婚的可能性真大，而且因为恁是对方的正缘，所以这段婚姻非常的理想，两个人会当幸福美满。对于已经结婚的女性来讲，在三爻车财当的时阵，卯木的车财当辛金的兄弟，兄弟克财，四爻忌讳官贵，克应爻忧金的兄弟。虽然恁家的经济状况甲生活条件有小可不足的所在，但是因为恁夫妻的感情真坚定，会当互相扶持，所以家庭的气氛也是一片的和乐。在四爻子孙动的时阵，亥水的子孙动辛金的兄弟，兄弟生的子孙，虽然你家里的先生最近常会因为意见不合的关系起纷争，但是因为恁会当互相体谅，也愿意用理性的方式来参详，所以恁夫妻感情未受到影响。健康方面的问题解说，在三爻卯木车财动的时阵，财爻动辛金的兄弟回头客，金克木官贵气势，表示你会因为长期无胃口的关系，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。要维持体内营养甲元气，除了食药啊、注射以外，用食物件来补充体内营养素。是上界实在，嘛上界好的方式。建议你会当请中医师替你调整你的胃脾，让你至少会当加食一寡物件，
慢慢啊，你的状况就会改变啦。在死后，孩子子孙同的时阵，子孙同亲近的兄弟，兄弟生子孙，对目前身体无爽快的人来讲，根据卦象的显示，大概伫个秋天的时阵，你的病就会出现转机啊。然后伫冬天的时阵，基本上你就会当恢复健康啊。学业的部分，伫三爻马木的车在同生金兄弟的时阵，兄弟克在表示你目前的课业成绩排伫班上中的位置，因为你本身都有学习的天分，所以只要你肯认真奋斗，你也有真大进步的空间。伫四爻亥水的子孙同生金的兄弟回头生的时阵，金生水，官贵气势。子孙当代表七德心较重，表示你的学习状况会安尼不如意，是因为你受到朋友的干扰。你若是想要提升家己的成绩，建议你得爱减少甲朋友做伙耍的时间，加开一寡心思甲精神伫个学业上。工课方面，伫早地出三熬卯木的车载，当新金的兄弟回头吉。变成泽三贤的时阵，细熬克硬熬，官贵克兄弟，代表你最近的工作运真好，不但会当得到真好的升迁的机会，而且公司也愿意提升你的待遇。伫泽地出细熬孩子的子孙，当新金的兄弟变成水地皮的时阵，兄弟生子孙，细熬坐官贵。表示你最近的工作运不是真理想，建议你暂时先别去想升迁的问题，因为照目前的状况看起来，你想要得到升迁的机会恐怕是真困难，建议你也是采取较稳定的方式，对你比较较有利，只要你肯脚踏实地来打拼，就不用怕机会未来找你。官司方面，第三爻车在动的时阵，卯木的财爻动新金的兄弟回头克金克木，忌讳官贵气势，代表这场的官司就特别结束了。你的赢面真大，而且你也会当得到对方的赔偿。第四爻子孙动的时阵，孩子的子孙动新金的兄弟，兄弟生子孙，表示因为打官司的关系。让你的感觉心烦意乱，非常的困扰，你可以尽量放下轻松，因为目前的局势对你很有利，你可以得到胜诉的几率非常的高。公司经营的部分，在三爻卯木的车载动的时候，财爻动心金的兄弟，兄弟克车载官贵气势，代表你公司最近在你用心经营之下，会当得到财利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，恁公司赚到的侪真侪，但是实际上无达成你原本设定的目标。虽然结果也毋是真圆满，但是这嘛代表你的经营方向是正确的，所以你慢慢失志，爱继续认真打拼才对。伫死后海水子孙动的时阵。子孙党新金的兄弟回头生金生水，表示你最近的事业运真旺。你不但会当将品牌好的名声拍出来，而且也会当得到真济利润。借钱甲贷款方面，伫泽地出三爻车财当变成泽三贤的时阵，卯木的车财当新金的兄弟回头克金克木，虽然你会当顺利借到钱。但是你最后拿到手的数目并无符合你的期待，你要提早做好心理准备。在泽地出四爻子孙当变成水地皮的时阵，孩子的子孙当新金的兄弟，兄弟生子孙忌讳官贵气势，代表你伫咧借钱的过程中会碰到真济阻碍。不过，这拢只是一时的。你最后也是会当成功借到钱。最后是用财甲阴财的问题解说。用财方面，第三爻卯木的车财当新金的兄弟
回头客的时阵，细后者指挥官鬼表示，这间厝内面有衰气，这对你的健康相当的不利。投资房地产的部分，三后车载同兄弟金曲木，代表这间厝的房价真紧就会开始落价啊！建议你爱赶紧脱手。第四后海主的子孙同姓金的兄弟回头生的时阵，兄弟生子孙官贵气势，虽然住伫遮会当得到平安，但是对公务人员来讲真不利。投资房地产的方面，四后的子孙同兄弟金生水，表示虽然起无济，但是这间厝未来确实是会起价。阴宅方面，第三后卯木的车宅同生金兄弟的时阵，兄弟克在后，代表祖坟附近的冥堂的安排，不但有伤过接近亡的问题，也有伤过下的状况，建议你请专业人士到现场来甲调整。第四后亥水的子孙同生金兄弟的时阵，兄弟生子孙官贵气势，表示祖坟的布局虽然对人丁有利，但是对财运甲官运来讲，拢非常不利。以上就是泽地水三后冬变成泽山险的卦，以及四后冬变成水地比的卦，为大家做个解说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走入易经的世界，了解卦的运用，掌握家己的命运，予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咱下回再见。